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又到了疫情小市民的这一集。那我们这一集的话要跟各位聊的是目前疫情下的最惨行业，就是旅行业。那不讳言的话，今天旅行业的话，其实在去年三月开始，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几乎来讲的话，这个旅行业者的话，出国不能出国，然后国内的旅游也被限制了很多，然后好不容易6月15号解封之后，然后大家可以冲出来玩一波国内线，但是没过多久，你看到今年的4月开始又被扛荡下来了，整个又被卡住。好，那所以这个会造成就所谓的内忧外患啊，整个这个旅行业的话就造成内忧外患。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话，我们去找现在台湾少数硕果仅存还能生存下来的旅行业者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很高兴的邀请了这个飞扬综合旅行社的这个苏荣尧，好，苏总经理，好，来跟大家来分享。苏总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嗨，大家好，我是苏荣尧，谢谢大家。好，谢谢。好，那我们先简单的就先聊一个开始。那从去年大概三月的时候，就是疫情就开始急动，我记得其实是二月中就开始了，就几乎就大家都不能出国了。好，那我记得你们好像都做很多，都是做东南亚很多大陆啊这些出国这个旅行团的，对吧？齁，那当初的话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熬过这那一段时间？因为基本上来讲，那个时候每天都在想下个月可以出国了，那这怎么熬过去的？是，对。其实当时在去年的三月份，大家看带这个 COVID-19 的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很多业者90%的业者还把它停在2003年的 SARS 那一波，所以很多的旅行业其实都来不及准备，也没有想说要长期抗战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其实都有一点没有跟上，而且没有警觉性。等到了差不多到了6月7月，很多的业者重新来审视这件事，因为2003年的 SARS 其实三个月就结束了。对。那可是这一次的 COVID-19 呢，超过了三个月后，业者开始重新审视，包括政府也开始来重视了这个行业。所以很多业者，尤其旅行业又分有综合型的、甲种型的跟乙种型的这三种类型的业者。对。尤其讲实在话，越大型的业者，它的转动跟转变的范围又更难度更高，所以在这一波里面损失最大严重的应该就是这些综合业者。我们把它区分为50个人的公司、100个人的公司跟5个人的公司这样的一个规模来看，是甚至旅行社最大还有到1000人的公司。所以在这一波等去年的7月份开始，我相信所有旅行业都看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不得不去做调整的。所以在这一波里面才是我们这个业界里面的一个不同的转折点。对。所以在当时7月份的时候，很多业者不得不放弃了国外的这条线，开始重新审视如何找出另外的生机。旅游业90%都是在做outbound的生意，就是出国的生意，出国团就对了，出国的业务。对。那这波7月份开始啊，我相信现在整个疫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让这些我们所有的业者都看到一件事情，不得不去做内部的调整，公司的营运的调整。所以在那一波，也谢谢政府在那一个时候推广了所谓的整个旅游国民旅游的补助，促进整个国民的内需的部分。所以那时候的所有的业者才开始转型做国民旅游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有因为国民旅游喘息了一下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啊，对。哦，所以那时候是还好的，对不对？对，那一波至少让旅行业者还有事情做，不管是大型、中型、小型的业者都动起来。对，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些小型业者，他本身是车行的业者，也都有生意做，这样。对对对。至少大家对疫情的这件事情，大家的压力没那么的重，至少这个生意上还有一个活水在动的。对。那当然，到了今年的疫情，也就是整个三级警戒开始，旅行业又要重新面对不同的一种转型跟改变的一个状况。对，所以今年的5月份开始的这个三级警戒，对旅行业来是完完全全的整个把旅行业的工作做的一个就是一个停止的动作，就直接急冻下来了，是不是这样？对。哎，我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以前的话，假设以前有国际团的时候，就是你们有出国外团的时候，跟后来只能做国内旅游的话，这个业绩比例大概会差到多少？以你在业界看到的经验，
这样，比如说假设，国外旅游的话，其实国外旅游它的毛利啊，毛利都还有至少都有10%以上。对。那国内旅游，坦白讲，毛利都差不多在5%。哇。哦，毛利都在5%。保五大队。国外旅游的营业额高。对。对。然后所以呢，整个为什么旅行业它可以往更有规模的一个业者的形态发展，是一个这个一个现象这样。对。所以那如果你说国内旅游再怎么样，它的毛利就是在5%上下。嗯哼。再扣掉所有的一些开销。实际上真正的利润呢，不到2%。哇！所以国内旅游其实是让业者能够有工作做，它并不能让业者能够赚到钱。就是吃饭而已，是这样子。两个比较之下，真的差很多。好好好，所以这样子，所以呢，还能撑住就已经算很不错了。那平常有借贷的，那个都过得很辛苦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如果一般，如果平常有借贷，这个行业是真的是没办法维持下去的。现在很多的这个业者的老板啊，大部分基本上都是秉持着第一个社会责任，就是员工对跟着很久的员工是希望能够继续保持。那当然也期待的整个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结束，让这个旅游的龙井能够赶快来。所以他们还保留这种小小的这种所谓的期待跟期望，是，所以他们还愿意。把原本的以前的老本拿出来做投资，甚至来做整个一个营运的一个开销这样。对。可是这个营运的开销啊，我讲实在话，我这样分，100个以上的公司，一般来讲一年至少到1000万以上的损失。差不多。50人的公司一般都要500万。就500万嘛。对对对，所以这些我想现在最痛苦的就是这些业者的老板们。那我相信这个部分里面是。这个行业里面最目前我觉得老板，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政府建议，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多看待这些身为这个营业组的老板，给他们一些一些鼓励跟生活一些照顾的。对，旅游业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服务业嘛。对，它的基本的最主要的就是人。它人的价值才是产生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啊。对，所以这个人的价值就存在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也当然了，这一年从去年到现在，也很谢谢政府在4成新的补助跟营运的补助。可是基本上营运补助只是对我们来讲一个所谓的一个鼓励啦。如果是实际上真正帮助到的，我讲实在话，看起来老板要付6成，政府补4成嘛。可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零零扣扣开销，那这个部分里面其实产生出来的那个压力还是在企业主身上。是。所以在这一波里面，旅游业其实讲实在话是很辛苦的。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从这个5月中开始二级警戒过后，那其实基本上游览车业者或者说像你们的话，国内旅游都不能玩了。那一般业界的话，现在全部 shut down， 现在已经50天到60天这种，大概已经到快要2个月了嘛。那这些有点会熬不过去的这个业者，通常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熬过这一段？还是直接就关闭了，还是怎么样？现在目前都是。怎么样的做法？其实旅游业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看规模。假设如果5个人以下的公司，大部分来讲，它可能做营业规，就生意部分就把它做一个做一个稍微休业或停业的动作。他们并没有关店，因为旅行社是一个特许行业，对这个行业要申请比较麻烦。嘿嘿，所以一般来就以停业的方式，就是停业。就停止开销的，把营业开销降到最低这样。那一般规模数超过10个以上的，甚至100个以上的，他也要适度的去做人员上的一些修整跟调整，甚至把整个开销降到最低。那以我们现在像我们公司的规模，差不多在20个人到10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数，我们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整人数上的一个上班制度啊，或是整个一个人事上的做一个调整。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尤其在5月份开始到现在，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件事情，就是旅游业长期以来都在忙，而且跟时间赛跑，跟客户在服务的赛跑，那很少时间会去调整自己内部的一些程度的提升。所以我们现在进入这2个月，从5月份到6月份，其实我们都开始做内部。教育训练，教育训练。比如说，我们尤其员工对我们刚刚，就像我们现在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不管是在线上的方式，或是在整个本业的，比如说语言上的教育训练，都在调整这个部分。迎接未来，可能未来的半年后或1年后，我们如果业可能多开发一些这一些
以往我们在通路上的一些调整，以往很多旅游业可能在通路上，传统的旅游业都是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点。对。现在也开始学习用这种所谓的平台啊，对，或是用这个电视讯线上的这个方式来跟我们的业的服务业的消费者或我们的客人来做一个双向的沟通方式的。嗯嗯。目前也让同事们跟员工们在这个方面在做训练的。是是是。那今天如果是说假设说这个东西它一直警戒到差不多八月九月这个时候，有没有考虑说要做一些转型啊，或比如说有些人我看到有些小比较中小型的旅行业者的话，他们变成就开始就是去做代购服务啊，或销售东西的服务啊这些，那像你们这些的话会朝这种方向在走吗？还是说就是开始就看看要再怎么改变它还是怎么样？其实最近没有说很多业者因为他们在做代购的这件事情，其实从代购这件事情刚开始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也不错的原因是因为这就是我说的让业者学习如何用线上销售这件事情。以往这多年来这一二十年来旅游业透过网络的就是资讯资通这一块部分本身不是很强，包括一般来讲可能就是开个网站订票就这样，网站这件事情整个效果没那么好，反而这一波我觉得懂得转型做这个所谓的线上销售的买卖的这些物品的业者反而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学习的提升啊。不管未来整个旅游业如果开始有好转了，我相信这一块它就不陌生了。对，那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不在卖这个东西，重点是让同事们或员工们以及公司在营运的方向上学习如何透过线上这件事情的学习，我觉得这个目的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也蛮鼓励我们同事跟员工学习在线上，甚至我现在还要求我们的不是要求，就是跟着我的同事们一起学习如何用威力导演来拍一部我们想要推的产品，这样会更有趣，对不对？在介绍的时候会更活泼、更有趣，对对对 对, 对，也不错哈。对对对，好，那其实这个时间点虽然停止我们可以去做服务，甚至出这个旅游出国的一个方式，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刚好可以让我们的员工或者我们同事，给专心的在本职学能上再去加强，然后学习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时间可以有时间坐下来去学习的东西的东西。我觉得当然短时间 OK， 长时间就必须要考虑更多的不同的一些面向的。对，还是要看看怎么熬过去了哈，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就很就是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要再请教一下这个苏总，就是说像接下来的话 以这个疫情这种发展的话，短时间还是出国还是一个问题嘛？那国内的话你们觉得会旅游的方式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应该不带国民旅游的模式应该在台湾已经大家都玩一圈了，顶多疫情结束的时候大家闷的话跑了一小趟，但是接下来的话你们觉得怎么样的旅游模式会是更好的呢？对你们来讲的话是消费者有新鲜的体验，而你们的话有更好的一个益助来源，是怎么样的模式呢？其实我觉得未来两个面向，当然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真的建议政府要开始实施疫苗护照这件事情。是。当然如果未来疫苗能够开始大量开放的话，我想现在我们面对到的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些商务客啊，就是买机票到国外去的慢慢越来越多人了，开始旅游业开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那当然国内这一块只要我们大家控制得宜，国内旅游这一块如果也能够复苏，当业者有工作做，有一些时间上去做调整的话，我想这两方面是对我们未来在这方面我们可能在方向上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有一个前提之下，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里面业者在整个疫情能够未来在整个政府在疫苗的部分里面能够再加强，对我们业者来讲，我想更多的消费者他可以有更有信心的到出国去的，他更安心。旅游很简单，商务先行，后面的旅游团才会动的。好，谢谢。好，那我们很感谢这个苏总在这边的分享哈，谢谢苏总，好，谢谢，好，谢谢 ，OK， 谢谢我们副总，谢谢，谢谢。